起，我不应该这样了。我受够你了，分手吧。你好，尾号7927。痊愈的比较快，等你的身边。你行不行啊？快点快点！谁说我不行了？这房子可是我精挑细选的，租金便宜，地段又好。那可不，我媳妇儿最厉害了。以后啊，等我赚了大钱，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，就不用交租金了。给你美的。当当当当，这是给你的。你不是说想开网约车吗？怕你光知道省钱不知道挑选，所以我特地给你买了这辆启辰 D601，日产品质保障，续航能力又强，长期驾驶舒服，也不用担心坏车修车浪费时间。你快上去试试手感。舒服，不过你哪来的钱？我可是省钱小能手耶，这辆车才10万出头，而且我认识人拿到不少优惠，重点这个车开1公里才7分钱，很快就能赚回来了。盛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开车，认真赚钱，为你拼出一个只属于我们的未来。我相信你。盛楠，当初我们都在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。盛楠，哎，我在做早饭呢，你再睡会儿。小的妖怪知道当初你为什么离开我？大城市的生活真的很辛苦，当时的我有那么好的工作机会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对不起，虽然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但是真的对不起。当时的遗憾在回忆撕裂的梦现实段重新打开，还好有眼泪冲淡苦涩。可是三年都过去了，也许我们三年的时间，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。当初的我放弃了你，就已经决定了现在的我不配再选择你。好像那时我们都在，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，时间真的像是这。盛楠，只要你回头，我永远是你背后的光。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，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，当时的遗憾在回忆。真好听，我还会弹。又玩这些没用的东西，考试考这个吗？爸，快考研了还不知道着急，练这个有什么出息？其实学习也挺辛苦的，要不今天出去散散心吧。他辛苦，我工作挣钱没叫苦呢。我天天刷题，出去玩半天怎么了？人家学习好的是能放松，你凭什么呀？今天把这些全部做完。全部？这个偏方提高记忆力，以后必须每天喝一杯。好难闻啊！什么偏方啊？都是骗人的。你们懂什么？快喝。没事吧？你别写了。可是。我就说那偏方是骗人的，与其指望不靠谱的偏方，不如在搜上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学习伙伴。搜是现在年轻人里很火的社交软件，在群聊派对、星际群组里找些备考的小伙伴，建个语音自习室，组队学习不枯燥，还能提高效率。还有拇指青的兴趣群组，这里兴趣广泛，可爱有趣的人很多的。哎，那你看你的视频发到广场上吧，真好听。可以啊，再发点曲子吧。这个太厉害了吧！给，我的琴，我早就帮你偷出来了。Hello， 我和搜上的朋友组了个云乐队，有兴趣加入我们吗？厉害啊，吉吉！等考完试，我就专心练琴。爸，我先进去了。回来，偏方还没喝呢。我喝这个拉肚子。我是你爸，我得害你吗？你这最后一个考的什么玩意儿？喝了偏方拉肚子。就会找借口，你是不是故意装病？没有。还狡辩？我不知道你，又偷偷玩琴是吧？爸，你干嘛？玩琴分心还撒谎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我让你不好，我让你不听话。住手！住手什么住手？平时不努力，考试还装病糊弄我。我没装病，我很努力在学了。那就是还不够努力，我真的这么差劲？那照这个逻辑，叔叔的工资是全公司最高的了。不是，怎么了？那您就不是一个努力的好员工。工资只是一个指标，哪能判断我努不努力？那叔叔是七七班上学历最高的家长吗？不是。
那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爸爸。新机制是学习的，又不是拼爹的。那叔叔获得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呢？你问这些干嘛？这些都不是衡量我的标准。那您又凭什么说一套做一套，用成绩来给琪琪下定义？我不要打着为您好的旗号毁了琪琪。来，张嘴。我先去上班了，乖宝，你在这好好陪你朋友。好的，亲爱的。宝贝，千万不要离开摄像头的视野范围哦，要不然我会担心的。嗯，知道了，亲爱的。你和你男朋友一直这么相处？对啊，我男朋友很爱我的，每隔五分钟我就会给他发消息报平安。你就没觉得他的控制欲有些太强了吗？不会啊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赶紧删掉。之前我和男朋友说话，他还吃醋呢。后来我就把联系人的所有疑心都删了。哎，该吃药了。他每天都会叮嘱我准时吃维生素片。我的药掉地上，别吃了，我也有维生素，吃我的吧。嗯，宝贝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要离开摄像头的视野范围的吗？你为什么要挪动你的椅子？现在快回家！亲爱的，是我没注意，我现在就回家。哎，我的维生素给你。这维生素看着怎么这么像我之前吃的安眠药啊？快快把门锁上！他要追过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男朋友要害我。那天回家晚上我一直睡不着。后来突然发现男朋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站到了床边，还拿了一根棍子，我吓得不敢乱动，他就这么一直看着我到天亮。之后的几天他天天这样，一到凌晨就拿着棍子对着我，我都不敢睡觉了。我们早就觉得他有问题了，就是因为这两天都没休息好，我生理期都提前了。别怕，你试试这个我一直用的苏菲好暖卫生巾，它的暖肺科技可以温暖小肚子，帮助缓解生理期不适，特别养生。你看啊，像你刚开始这几天可以用强温感的，后面就用轻温感，现在在夏天用这款艾草先进轻温感的也很不错，它多添加了3倍的艾草植物精华，绝对是年轻人的养生潮流单品。你先去房间里休息吧，要是你男友来了有我们在呢，放心。开门，快开门，快点，快让镜子藏起来，让我进去。蔡姐姐快起来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心！